把手伸出来。嗯，那一只，张开。从这只开始吧。好。过来，走走走。两位女士好，请随我去挑选衣服吧。嗯，我们这是要去干什么？怎么还换衣服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，待会儿要拍照，当然穿得美美哒。要拍照？嗯，两位女士，里面请。好，走走走，带你去。慧心，嗯，你不是说带我来拍照吗？来这儿干嘛呀？这么着急干嘛？马上就拍了。哎呦，啊，你干嘛？我好像肚子有点不舒服，行，我先上个洗手间，你先上去，不用等我啊，我先去了。啊，哎，干什么呀？